节目马上安排我们的陈凯琴带来第一首歌曲《爱的初体验》，谢谢我们的飞天大乐队。大家晚上好。我说你要离开我，请诚实点来告诉我，不要匆匆默默的走。谢谢。像上次一样的把捏，如果说你真的要走，把我的伤别还给我，在你身上也没有用，我可以还给我妈妈。什么天长地久，只是随便说说，你爱我哪一点你也说不出口。你认识了帅哥就把我丢一旁，天气热的夏天心上寒冷冬夜，想要买酒来浇忧愁，却拉拉不上出去走，想要买一包藏手烟，发现我未满18岁。朋友们见面，谢谢 Henry 大哥Thank you， 还有谢谢我们大哥送上的红包，谢谢你啊。哎呦，今天你没有一直做啊，用赞了咯，你太晚来了还有谢谢我们阿妈送上的红包，你在哪里？对，谢谢，谢谢你Thank you OK， 今天真的非常开心能够看到大家啦哈，也很感谢呢我们所有非常非常辛苦的理事朋友们啊，还有我们观看歌台的大哥大姐们啦哈，祝你们身体健康，然后心想都事成。那今天的天气好像看到啊，今天好像有点比较热哈，我还没有上台，已经开始在流汗了哈，所以呢，希望大家能够多多喝水啦哈。那应该到处都有卖水，所以要 feel hydrated， 要喝多一点水啦哈，好不好 ？OK， 那继续呢，为大家安排的下一首歌曲呢，送给大家这首福建歌曲，叫做《杯嘴》，送给你们，希望你们会喜欢，谢谢 ，Thank you 大哥，Thank you， 饼干我的红包女儿的啊 ，OK， 我
我知道，谢谢。手也谢谢我们两位大哥送上的红包，谢谢你们哦！我的这个红包啊，要被 Q commission 的，因为我今天带女儿出来，如果我没有给她的话，她回家就会跟我爸爸说：“阿公 ，today I no 红包 ，I so angry 啊！”所以啊，每次她跟我出来要 Q 一下 ，Q 一下的，所以啊，带一个出来就好，以后我要带多一个儿子出来。哎 ，OK， 来，很快的来到第三首歌曲的时间呢，继续呢为大家安排的下一首歌曲，比较轻快的福建歌曲，叫做《单几点呢》，送给大家，希望大家会喜欢，谢谢。
感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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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耐夸，啊、那个老夫子的。对呀、啊，他的夫人啊，哦、对吧？暖航哥，今天不懂在哪里？哇，叫你出火点吹一了，哎呦！刚才你那哦做好事啊，刚才吹一了。关镭啊，真好真好。讲结关镭，吹一吹一，不是安装的全红包，你听无？政府的四百块给你白露的。哦，感谢。给你得不了，给你得不了。哇，这个老大老大老大。哇，感谢他讲什么？政府不镭不包我弄，感谢。所以你说你颈椎康啊，一康一康。来，他啦，他的妹妹还是姐姐。哇，真的啊！强刷强刷，我带听到来诶、哦。功夫什么什么，他有没有功夫剑？功夫剑，功夫剑。对，功夫剑。Hello， 所以你讲广东话噶，系咪、欸？他在歌台最少五十年了。哎呀，好多年了啵。多谢啊，冇传播啊，冇传播。那今日音准点的庆祝是咩啊？我们的西城音准点公庙庆祝，那你周宝贝呀，噶那你。谢焕将军，哎，我们播啥啦？对，谢焕将军啊，感谢吼、哦，啊，希望讲咱嘞吼，人民保庇吼，政府较紧，每一个月有分类，感谢，谢谢大哥，感谢，哎呀，难得你，哎呀，明大哥 ，Apple Pie，thank you， 你看马来同胞都要给我们红包，不是啦，我不是。因为就爱包红包哦，爱食真多麦当劳嘅 Apple Pie。哦，因为请食嘅就是我们马来同胞嘅红包过年啊，亲生。我的千里花，我一开场很好舒服。哇，大丰收，知道。其实红雷应该是真多雷嘅人了，其实你应该。无资格。你给无你搞阿店，你第二你搞阿店，你是比你唔比较有雷嘅，你嘅公司呢？他妈全个是。我比你更加这块话呢。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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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你发哎，要干巴哎，干巴哎，我话你哦，你给你哎，抽两包出来啊！只加你抽，你抽了 OK 的，你抽抽抽，我抽你两包，抽，那你抽我两包，抽，好啊，青菜给，抽，给他们。哎，你哪有包果汁的无？讲东北讲，有包果汁，咱就后下再再讲。有啊，政府分850-400-1200。我点灯忘唱卡拉 OK， 灯。等等，伊讲一个物件真好笑。我人现货嘛，伊现开嘛，伊讲空的啊。香的。快点出来。谁 ？OK， 你拿一个，你抽一个，你抽一个，你抽一个。有没有挖清楚？抽一个，没有，没关系。好吧。没关系。这样 OK 的，我给他昂了，真欢喜的。不是，我曾经啊，几年前曾经企业啊，我跟阿南的主持搭档的时候，你讲我俩康的比较经验，可能来时嘛。你现在来对方是没金座滚座。我们拿过。我来想讲看啥，看到阿。我们拿过，我跟阿南都拿过。对，我也拿过。对不对？我也拿过。结果另外一个搭档哦，他直接去讲他嘞。讲那个观众嘞，你也拜啊，不要跟我包空的哈，我很担当的哈，我不要这样，我不敢讲，我 OK 的，我的搭档直接讲他啊 ，OK， 什么代志，我在坑你，坑他呗，你们骗你爸啊，你又坑，你们是诈骗集团是吧？可怜啊，又送吧，等等。观众朋友，拜托一下，下摆你来红包，后台好，气氛 OK 啦，就叫你送吧，来送吧，送吧，坑啊！看诶，不要看 OK， 不要看，不要给人家看，再拿多一个。来，这边啦。没有 OK 的。我坑了是无变了啊。灯光音响，你卖甲恁爸讲坑啊！你给讲坑，恁爸放火甲你烧烧，规支卖甲你焗掉。伊拉嘛现场开诶，你看。哇！哇！你搁假兴哦，啊抽诶拢转坑诶。唔知点。我唔知呀。OK 啦，很开心啦，都是好朋友，都是好朋友啊。你能好咱这个民主吼，真正多。对，哎呀，好你能开真侪红包啊！最重要的，咱呢爱过桥啊，爱过温保温的人啊，最后 last call， 最后的时间，一人18块哦，啊过桥爱报名的人哦，剩落尾8位，最后8个位。要报名的人马上过去，我们来考的。一年一拜呢，你感觉你最近运气无好啊？特别跋倒啦，啊，无特别拍唔起镭啊，买表特别掉字无掉镭啦，啊，阿婆特别牙路紧啦，特别咧走路啦，特别无爱读册啦。哎呦，我们去补个运。对啊，18块。好运归途呀，这是归途。这是好运来哈，小林给他一笔啊，你看。所以呢，祝福大家呢，阖家安康，幸福美满。只剩下最后8个位哦，而且今天是8月初一哈。对。啊，初一哈，该一个运，让你哈，桂林最最，让你罗邦最最，身体健康。对对，收工了嘛。啊，7月收工了啦。是啦，又是新的一个月份。哇，又大忙在。忙啊！太好了。八月。老吴最近啊，你唔知影啊。因为老外出来嘞，你们舞蹈派，最近舞蹈派，因为一开始不抓你，不搞舞蹈派的老外。不会啦，大家少听啦，哦。OK 啦。哎，我嘛出多真侪泥了嘞。不是你欠讲话，你的嘴甜。哎呦。因为得着真侪历史人输家，你看你主持的人隆重安尼坐
人，啊人也无爱过去摇摇五看，摇讲无好看，卖看，我笑卡多。天地为什么好看？可乐就跟未歹，都无好看。哦，有空啊，有空有空。今天降多台啊。我唔知啊。啊，你人去是去到顺顺的才过来啊。啊，讲这道嗯较快哈，也才接来。哎，我们直播哎，你的没有啦，很多朋友来看你啦。哎，你的直播这样拿到，啊、他这样拿住啊。哎，你要两三个小时呢。你看他哦，我有价值。要用拿价呢，因为如果真的要玩，不可能啊。那个直播的人呢，你看，牙刚就出来蹲尿，看来蹲尿。贿赂不会通，贿赂不会通了，搞的 LP 类有了。麦公伟，来，谢谢，等一下我拿给你哈。那今天呢，非常的感谢我们的歌台的赞助人，掌声鼓励鼓励，给我们的心有红白服务，感谢神啊。安贝啊。好啊，其实跟你无什么人，我跟你甲讲。我相信是细囝，我相信是细囝，但是应该是隔壁的，不是你的。你安尼辛苦不？因为我陪休三礼拜。哦。因为六十四岁个幼囝咧，我去拍掉。卖啦。去拍掉六十四。卖啦。卖个老了。啊。当生就一只牛的，不是。OK 啦，那身体好好啊。OK OK。我啦身体也好好啦。OK OK OK。老总好好啦，你看老朋友老朋友。班长怎么错车错车？我班长怎么错车错车了 ？OK 的。滴咚叫啊！无滴咚。来，咚滴滴咚。无伊个夹板。哦，伊个老人家夹板。music 是啥喏嘞？滴滴咚咚。无伊。滴。无滴滴个死啦。来，擦。无擦。哎呦，无电了啊！无电了，哎，擦都无电。这是几岁人家呀？六十一岁，六十一岁，因为前列腺压住了，是一定会的，是是是是是是，哎呦，照顾，我头先拜高台，卖点论，高台连叫我恁白班长，来，马上来给大家隆重的介绍我们辛苦的乐队老师和我们的音响老师 ，Ladies and Gentlemen， 刚才不要听王雷乱报哈，今天是我们的什么乐队？非常大乐队，以及我们的星光舞台灯光音响。你主持好不好？OK， 现在退步了。哎呦，以前是西北好。不会了，大家还是很喜欢他的主持哦，给他一点掌声，鼓励一下啦。感谢。那些不喜欢的，你就眼睛遮住，不要看王雷，看佩芬就好。啊，可以这样遮一半。我很看一半。你买讲播桌冠的话，来，台顶两个人一起出一个人，该挂掉。哎，播桌冠拢无爱顶伊的名嘞，伊唔敢顶，顶我出去落也是。哎呦，是的，哎呦，你派哦你，因为他给我信心，哦，伊好你信心呐，老爷信心，是啦，加强啦，对不对？美人，我来新加坡落白落 ，OK， 卖乱讲话啊 ，OK， 卖乱讲话，卖乱讲话啊！我也喜欢他跟他主持，哎，该讲他给我讲，不该讲他直接跟我砍，是啦 ，OK， 老朋友了哈，今天看到啊，希望他交多一点朋友，看他 Facebook 不要交这么多，看他 Facebook 写的我也是很开心 ，Very long time friend， yeah， I know you very long， you six years old， I know you already， no not， 12 years old， no 啦， yeah， you come in the singing I go out， you come in the 歌唱班 I leave， I go check him job. Yeah, check him job. Then you yeah, I go leo. Oh, you. Yeah, I got wing. I fly. More bigger. I'm more just graduate. Oh, gradu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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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ay. Yeah. So I know you very long. Now, the master sick. You know, go to sick. Sick. Poor man, you get sick. What you mean? I should go sleep. Poor man, sick. I will. Well, I go. You know, Joe me.
你 your mother so good that day I call you, then you say you no free. Your father no good lah. You say you come drive me, you no come. I don't stay wait so long. Your mother said don't want come. Why? I pantang. He said you come to like I cannot. Hey, my car cannot see. My car cannot see. My car cannot see. Singer coming. Okay. Singer coming. Okay. We wish Master good good. September. You good good. 11. No, September wedding. Wedding, wedding. 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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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ng. 新娘就讲新娘。black. Black 啊。black. black 是灰，你知道。black. 你也偏白色。black. black 是灰，你知道。black. black 是叫灰。black 个 black 不休息。September black 搞鬼灰。搞鬼灰。九月的雪。His name is called Tao Sui. Okay. Let's welcome Sui Sui. 来，我们。高美。阿碧，阿碧，阿碧来了。好辛苦，通常唱第二歌要等很久哈。没事没事，我喜欢听你们讲话，太好笑了。很久没有跟他聊天，对对对对，一聊现在要几次才聊聊。对，哇 ，brother， 哇，感谢啊，谢谢。哇，你去哪里？谢谢，中了吗？阿姐阿姐，这个胶又是给我的。OK OK， 各种胶跟胶，你拿的，谢谢大哥。我看每个人一个都叫香蕉，对他每次送我蕉，是吗？对对对对，因为他我们香蕉，香蕉。刚才我们还在，那你吃吗？我们还在研究，他九月要做新，对啊，这个月这个月现在已经没有用保险套了。刚才我们在聊，不是，因为他说你没有不要这不是这正常的，没有讲这个啦，你讲这个是他教我怎么样做 Hello Kitty 还是什么 Superman， 对，光就是这样啊，嗯，是，结果对。这拍摄，你人啊出来过迄个代志，拍摄，那你人后台讲。哎，九月全部准备的啊，是多两个星期。在新加坡摆喜酒，在马来西亚啦，有剩给你嘞。没有去追赶。你的前列腺顶住你的 memory 还是？哎，那么过去的人要包新币还是马币？你包美金啦。美你剩下美金而已。你有没有给我们西餐？有没有要用美金？有西餐？有没有按摩价的？有啦。有没有整只鲨鱼放上来？有。Over 吗 ？OK。那我们看，我们看你出什么菜，才看要包多少？看是要包印尼炖泰铢还是美金？哇！来，多东西送。哎，这个补前列腺。哦，一碗的，一碗。哇，那我嘞，你吃香蕉就好了，吃香蕉。OK， 谢谢啊，谢谢，我大包小包，来，唱歌，给大家听什么歌？啊，我不喝啦，没事，跟你开玩笑。OK， 来送这一首《誓言》来献给大家。我有了这个，这个可以了，够了，咖啡，谢谢。懂吗？那歌台就是这样，对，有人情味，有人情味。来，带一首歌，什么歌曲？誓言。我把我的胶拿给我们的先生，感谢，送给大家这首《誓言》，谢谢你，感谢，谢谢我的大哥，感谢你，谢谢你的红包，谢谢。江水的凉意，心事不会。是暖是刚，情难你忘，想再次的分手，转眼已三生。你看世道啊，今天你在等。
唱得非常漂亮，提醒你，感谢大家鼓励的掌声。我看到好多首朋友们都跟着一起哼这首歌啊，然后好久没有听的一首经典怀旧曲，希望大家都会喜欢，让我们一起来唱哦。选对歌哎，我这边都可以看到好多的朋友都在唱这首歌，因为我今天正想说，哎，要唱什么经典的歌曲？有一些歌哈，我们太久没有唱，怕会忘记。幸好大家都会哈，幸好我记得歌词，不然我会叫你们帮我唱。OK， 希望大家都会喜欢，非常感谢的话，也是谢谢我们的哇大哥，谢谢你的这个闪光弹，以及我们林董哈，感谢看到你的字了，非常的谢谢你哈。OK， 那我们接下来送来下一首的歌曲，那最近呢非常火红的这一首《好牵挂》，送给大家这一首最棒。来，谢谢你，感谢，谢谢我们的鼓励的掌声，谢谢。
曲，那我们下来安排的最后一首歌，希望我们今天晚间的所有的朋友们都会满意。那我们农历七月过了哈，接下来就要迎接我们的这个华人的中秋佳节，所以呢，希望大家呢同样也在我们的中秋佳节里面呢吸取好的运气、好的福气，祝福大家平安健康、心想事成。OK， 那我们现在送到这一首歌，这首歌是非常需要大家的配合，不然很难唱。这首歌叫做《掌声响起》，要有掌声才可以唱。一二三。哦，坏了，唱得不好，你们不会收回去我那个掌声。OK， 来送了这一首《掌声响起》，来，谢谢我们的老师们，谢谢。孤独站在这舞台，听到掌声响起。我的心中有一些感慨，多少心事不在，多少心怀感慨，望海拥有你的爱，好像初次的舞台，听到第一声喝彩，我的眼泪忍不住掉下。
忙很忙。而且你看他、啊、现在是在新加坡住啊。哎，对啊，对啊。加多拉呢？马来西亚。马来西亚因为也给等北部的马来西亚嘛。马来西亚，对对对。有 OK 啦 ，OK 了啦。他只要提早一个礼拜、嗯、啊，进去马来西亚。没几次。哇，嗯嗯。好像我是你老公，嗯嗯，你是帮菜帮委屈是哦。这种哦姻缘的东西哦，不是哦你要就有的。但是你我认识你，你从小啊，那十二岁我就认识。是咯。但是我觉得你的人好，我要追求你的人是很多。哎、啊，因为可能啊，要追求要得个你的、啊哎。你看到你不要跟我说你知道这样大。你都不懂那个原因。你等一下哈、哦，我爱的哈、哦、名花有主，哦、爱我的哈、哦。惨不忍睹啊！你说是？跨不落去。对啊，啊，讲真的，这就是人生。这一 OK 啦，这就是人生。我们聊啦。你可能嘛无传播，你是无变，你也无大把多了，你才传伊。也是，我是。这我乱乱讲的，唔知有影无影。有影有影有影。啊，有影。你给我讲。我很不理解。哎，你那时那个年代，如果这样的事情，你的这个叫什么？父母。大家打瓜会不会很紧张啊？会。哦，这个是要进猪笼的。有。你说了两年别去抬头了没有是很严重吗现在是很开放啦是哦跟出品讨论一点点因为不会高一朵不多那你要怎么办没有啦要面对啦我觉得哇你这个要面对嘛所以哈、哦、男孩子哦不要看他的外面不要看他外面你说爱说话给你我给你欧露就是说爱有担当担当好我给你要贴不担当多么多哈担当是多么多担当担当好给我说不要说呢爱有爱有啊，责任啦！啊，责任啦！哇，厉害！啊，爱有责任啦！啊，别使讲哦，哎，至少你有认啊，还认了这个几十年。不是，我讲我歹听，别使别人的喊食食做人走。哦。啊，人的喊了，人个都要签名啊，你怎说？哦。安诺，伊有喊呢？啊，古早时的喊是新鲜。就变到老憨。哎呦，憨不是买车路迄个懂？哎，懂个你食到这会声啦？这边食到这会声。你曾经，你较拜托的咧。OK， 你曾经有你输家的人无？有我输家的人。讲真的，你算吧。对，公开一点。我只要你讲一点就好。曾经有没有说喜欢上？喜欢上？哎，我输家一个看了，有淡薄介意啊？你看有没有？其实哦。我是有淡薄输甲着王雷啦，唔知你哪有会介意袂？哇！我讲了这句话，我家己想要吐，哪有可能？顶摆拍出顶，拍出顶啊！我跟你讲，来，你得高音，咱来来做。我们是同门呐，同门，啊，所以他。从小他就我出道的比较早一点、啊，对，然后他就很尊敬我，从我出来唱歌都很尊敬我，以前我们排队也好，你看我都可以去他的家冲凉，对不对？一次而已，我看你家里一生当中只有你的艺人朋友，我只有一个去冲凉、哦，应该是吧？对哦，应该是啊。啊，你问你妈，你有没有放 camera 在里面？没有啦，你妈妈骂我骂到要死，是哦，因为我冲、我冲凉过后墙壁有一个黏黏的很多东西，什么东西在的？我不知道了，很多 bubble gum 嘛，真够咸嘛，红雷，我嫌我出来的时候水较烧啦，不就较冷啦，嫌东嫌西啊。哦，我讲啥？哎，安装那冷，老都准备转，真排气，哎，较烧了啦。这老人家真排气头。OK 啦，我青菜啦，开心就好。对啦，没有。OK 啦，有空再来冲凉。有空再来，来啦，马上来，来欢迎我们。到你呢？到他没？到你啦，因为刚才那个很赶啊，很赶。哦，本来是到一个女生啊，那女生匆匆忙忙，可以跳一下，跳一下。老公就出来了，都看了，很早看了不？我头一摆看了，红十字车载来出国台。讲真的。真的，刚刚从医院出来。关记者啊，你有没有在看？大 ambulance 来唱歌台，我的天啊！Oh my god！ 来，好好的帮他访问一下。来，整个七月他最开心了。对，一台都没有的唱，唱到初四就回在家里闭关了啊。八月初一终于跟我们的神明有这个缘分了。他东山再起，鼓励欢迎黄浩峰回来啦！来，手抱起来，手抱起来，抱起来。来啦！我先播，来，各位，谢谢。
现场的理事会，我们所有的处前又处理的老板、老板来们，还有我们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师傅李佩芬，大家晚上好！哇，吓一跳，吓一跳！这个哪里会像何新兵他再来的？这个好像昨天才画标这样嘞。没有了，你好好的哈、哦，还好啦。蚊子咬你哪里？来来来，我是我修心，嘿好一嘞哎。感谢你的红包，感恩。感谢哦，真受益哦，哦，真担心的哦。所以你看，吹哦，大家看看者。我是不懂是给什么肖邦啦，突然间惊掉啦。肖邦、哦，我不知道。你呀、啊，你搞黄一文讲话讲较侪了，伊揣伊的祖宗十八代来顶你。我是唔知影啦，我唔知影，怎我看伊面就看出出将尖芒的了。你看芒淡的说变芒，你说尖尖的贵芒，然后尖尖的。怎么样？怎么样？哪里最痛苦？那个时候，什么地方最痛苦？其实中文症就是那种。发烧啊，对，很晕啊，很累啊，这是很正常的。但是最痛苦的是不能进食，不能哦，不可以吃东西，不能喝水，不能吃东西。为什么呢？因为在抵抗力最低的时候，我又感染了另外一个病毒。什么病？艾滋病？不是，什么病？应该是细菌感染，对，细菌感染，然后整个喉咙里头全部吞不下，吞不下，肚子会饿吗？很饿哦，所以他只有也很口渴，所以是脱水的状态。那个嘞，葡萄糖呢？上不能进，下就一直吐。好危险，严重，这个脱水的状态。掉水哦，掉水，当然掉水了，天天在掉水。因为他很严重，别人掉水只是100 ml， 他是整桶，矿泉水一块。哎、欸，麦小秀嘞，真的，当时，所以我每次祝福人家就是要健康很重要，真的是。但是这个健康闪不，但是你没有瘦嘞，话 OK 哦，都在想些什么？有没有想说？有没有写遗书啊？有没有这些？没有啦，只是看哇，第一个生病想到李佩芬，李佩芬唱了我很多的时间了，应该他们讲李佩芬给我定 over 我的时间，我主持都没有挨到你。对，有啦，你去何生彼得啊？张雄很高兴了，你讲讲。但你要喝你的榴莲，喝 OK 了，我觉得健康回来就好。对，最重要是健康啊！是啊，我是觉得这个是一个节能过到就已经是很好了。我没有，我一看到新闻说，哎，他进医院，我就马上传简讯给他。哎，他有回复就好。如果没有回复，我们就准备。因为多准备。哎，你搞笑，笑哪里吧？难怪你笑啊！哎啦，好度过这个难关。多几天，师傅带我去槟城唱歌。然后又带我去我讲泰国直播，因为他这个企业收入少了很多。对，他也跟我非亲非故，只是叫我一声师傅，带他出道，带他唱歌台。但是这个是他那个是你心想非亲非故，对。但我当你是呢，真的是已经是把你还没有死的时候，我已经坏死太败了那种的。哇，你拉逼的啊！你拿那个好。清白清你啊！对，你开心。没有，我觉得他企业整个没有赚到，真的是零嘞，就真的是零，还要多挑吧，因为还要看拜事，我就介绍去跟莹莹搭档去搬台，搬台是北马的一个地方哦，搬台唱歌，马上就安排，哇，当天好多红歌星哦，哇，我觉得哎，马来西亚顶尖的歌手在那边，小峰峰啊，庄协中啊都在那边，对，没有用，没有用，为什么？完全没有用，因为完全请不到王雷去，没有，因为我要去泰国。连我又怕他赚不到，隔天马上叫他说唱完班台那一场，直接坐飞机过去泰国，我继续给你工作。会合，谢谢，没有继续给他工作，谢谢你了，你都照顾这些，他就是我们的救世主，对不对？因为他来我的直播也帮不了我什么东西了。OK 啦，笨蛋不好人嫁啦，对，参与有一份啊。谁知道现在你照顾他，未来可能他会照顾你。对呀，人就是互相帮忙。对呀。最重要是他要记得你帮过他。记得，当然记得。你不要说等一下，除非我这么老人痴呆症了，忘记了。帮了你忘记了就没关系，没关系，因为帮别人没有回报，没关系。不用心啊，我家里好就好。你不要难过，你永远记得李佩芬的家给你冲凉的。你不要难过，有什么事情你找我，我的冲凉房永远为你而开。我很难过下的，偏偏你不进我，没帮进。不，被讨是被骗，我的冲凉房永远为你而开。也不要难过，好，来，我们要很久没有听你唱歌了，真的，大家都想念你的歌了。谢谢。今天我们有直播哦，是有直播哦，哇，这么小台，2000多少？这么小台，2000，2007啊，哇，撞烂台都有2007，比我多。
十倍哎！哎，看大哥的分享哦，谢谢看大哥大大。等一下你站这边啊，你粉丝要刚刚好，刚刚好，这个位置是刚刚好。你要唱什么歌？什么歌？唱这首歌曲，很少。你记住啊，这边你唱这边这边，刚刚刚刚刚，你要看到这个镜头要刚刚刚刚。OK， 要有3000多人。不要出镜哦。那你要唱什么？带来这首歌曲《就干汤微博》啊。你唱就干汤微博，很高嘞。不是啊，不是黄雄咩？没有，查甫的歌。对啊，查甫的歌，等你唱《就干》。别啦别啦别啦！尴尬起啦，不要尴尬尴尬起啦！尴尬起啦！哎，我第一次听他唱，我也不懂他恢复了没有，我真的在。来，阿嘎就好滴了。就干汤微博。来，过来过来过来！八月初一，第一台好运歌舞秀，欢迎。这边很高兴，医院。Oh,
归步，酒干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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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归步，酒干啊倘归步，酒干倘归步，酒干啊倘归步。谢谢，非常非常的高兴能够再次听到大家的这个掌声，大家晚上好，再次热烈的掌声好不好？这些掌声都祝福每一位朋友呢都能够健健康康了哦。我也每次说能希望大家都能够健健康康，但是有些突然来的这些病毒不是我们想要的哦，来找到你是个劫，但是我们没关系，我们度过了这个劫，我们就是新的开始，好不好？那么很感恩大家的这个祝福啊，有些人发信息给我，有些人问候，感恩大家，有些送上东西来，有些递上红包，因为损失很多台胞我没有的唱歌，但是没有关系，谢谢大家的这个关心了哈、哦。在这里浩峰呢，非常感谢呢，能够再次回到来师承应真殿公庙这里唱歌呢，在这八月初一，非常非常感谢我们的非常资深的台主，我们的好运舞台秀，我们的阿波，来个掌声给好不好？给浩峰这个机会，还昨天还打个电话给我了，哎，你明天可以唱吗？嗯，没问题，可以来到这唱歌，跟大家见面，啊，希望大家你们不要忘记我哈。啊，刚才第一首歌曲是这个《就干汤微博》哈，啊，声音还是有点沙哑，因为。唱久了就会一点沙哑，那么希望大家听了不是很好听，请大家多多的包涵了哈，尽力为大家唱。第二首歌曲也是我近期学的一首福建歌曲，我非常喜欢，刚我师父讲过了，我要东山再起，来这首福建歌曲东山再起。流传，永远留乎
人的流浪。感谢。谢谢你们给我机会东山再起啦啊！那么后头呢都有很棒很棒的这些歌手们，我很高兴啦。每一次看到师傅回来这个主持，我也是跟他心细说，哎，师傅，歌台我觉得很需要到你啦哈、哦。以往的歌台好像少了一些东西，我说好像少了你，我说长点回来做主持，你们觉得好不好？啊、哦，带一些，因为我觉得师傅每次带给你们欢乐，看到你们笑呢。他也是做了一个很功德的事情啊，不然每天在直播骂人也是不行的、啊、哈，开玩笑是不啊、哦？再来第三首歌曲，以前他也是说，哎，浩峰，你为什么不去唱首歌，去学一下？好、哦，我就是在这个七月的时候才学的一首经典老歌，非常容易，但是很好听，不容易唱了，我觉得了哈、哦，叫做《奔向彩虹》，来一起来欣赏这首经典歌曲，来自凤飞飞的一首歌曲，先。神明给你的保佑，是是是，感谢感恩，感谢您给的。哎，谢谢浩峰，谢谢谢谢，谢谢，唱得很好，唱得很好。对，没有生病，没有唱这样好哦。那生病更好，早就的中满郎情瓜哦。
刚刚讲了一句话，我觉得好好笑啊。他说：“哦，我的师父每次骂人哦不好啊，所以回来歌台给你们笑笑，做一点功德这样呀。欸”你不要再做这个啊！对呀，你每次骂人不好了，不好。不是人家骂我，才骂人家的。哦，人家骂你，你才骂人家。我很少去骂人家的啦。很奇怪哦，你看。你无聊，淡薄淡薄去批评我去找，冇可能诶。对了，所以哦，网络世界跟歌台不一样哈。要网络世界，他们虽然你都看不到那个人，真的，他被那个文字哦影响到那个心情。对。哦呀。你看，等一下，你看歌台都没有人走来骂你，没有诶。对。哎，你们骂要看好啊，我是李佩芬，不要骂错啊。你要不懂干，不要丢错。你看啊，有时那这种，没有人，这网络的东西，他们又用假户口，他又不喜欢你。你要看啊，周杰伦都有人不喜欢、啊，刘德华都有人不喜欢、啊。等我问一下，昂哥，你喜欢王雷吗？啊？你喜欢王雷吗？你觉得他欠骂吗？喜欢。啊、喜欢，你看他都喜欢你嘞。昂哥来，喜欢啊。这是什么意思？觉得就要本来打我的屁股，喜欢。看很久了，老朋友了啦。要这边做生意吗？这边红山。你在那应该多点了。炒米粉。叫的阿伟多点啊。啊，没有，又在炒。真的厉害。你们要去吃他的米粉啊。真的，很久了， yeah. 老朋友。因为你看啊，如果在骂啊，可能人家不喜欢你的人肯定有啦。但是刚才我坐在后头啊，单，我 Facebook 有写我今天在这边直播嘛、啊来。但是很多我们的中国朋友。他是没有看歌台，对，但是会来跟我拍照。真的、哦，他来新加坡读书，年轻人 哦。他说他在中国的时候一直看到我拍啊、我的视频，但他不知道我是新加坡人，他以为我是马来西亚人，就是上了YouTube 啊这些东西来到新加坡，他们就可以用。哦，原来我是新加坡人。错了啦，你不是新加坡了，你也不是马来西亚的，你是肮脏世界的人，肮脏的人。肮脏黄黄，热滴热滴这样。什么担心？来，哎，你卖乱摸，卖乱摸，叫你摸，我你唔当大傻啦！我看你平时你咧乱打。吹啊吹啊，吹起来！给我马大来了，马大来了。老师下一点，下一点。给我马大来了，马大来了。对，我们的 volume 下一点。Monitor 可以了，外面的就下一点。那么，星光精灵啊，冠军。所以你看呢、啊？为什么你看我们每次、啊、没有地方做歌台？就是这样。就 complain。哎，那不要赶去罗滚出无人唱歌好。公平，惊差。啊，你能坐安尼滚，无惊差对不？哎，你也坐一个人公平尔，明年可能我就袂使做了。这个地方就不平。哎，一个公平的话，你能无个底看？徛安尼感觉，哎，挂起老滚出去啊，无人差你啦。你也知我较好的想法袂？哈？挂起马达出去啊？马达出袂使。挂起图书馆去啊？图书馆袂使。图书馆嘛静静。无啦，袂使啦。袂使翘脚路。老滚出挂我，袂使困，无人差。老滚出行累。讲 GPF， GPF 有通无通扣500-5000就无出了。啊，你嘛袂使，你去图书馆，你五点叫你等厝了，都落帮我你困电话电话。十点啦，无来差诶。十点叫你等厝。那你卖困个，伊无来差诶。啊，你困诶，啊你十点，伊关门打电叫你等厝啊。十点人国台刷了吗？袂了，我十点半等来搞你嘛是差，上好 GH。sorry 啊 sorry 等等没有来 sorry 拿马了跟你说好了我们下一点不要紧下一个我们老师下一点老师你轻轻打就好了什么轻轻啊音乐没有的轻哪有这样子轻啊我们的麦太好了这就气到完了、欸、我们的麦是最好的轻轻你为什么乐队啊飞音呢飞行啊讲几次要乖乖我们的音响好我的星光好我们的灯好不好很好很好很好有没有啊、有没有 old fashion比贵宾的好。要乱讲了。欢迎我们下一位啊，这位呢是动感舞娘，掌声欢迎黄一文。来，而且今年的台数很多哦。你好，你好，你好。大家晚上好。我做十二场，最少碰到了十场。哎，没有啦，最少有，每天都唱。来来来，你没有休息到，对不对？没有，明天休息了。哦，明天的、哦，所以初一唱到30啊，有休息一两天了、啊、厉害了、哦欸、我不知道是真不是真的消息，假的消息。你慢慢讲，你跟我说。7月初5，你有做吗？好像。听说全新加坡没有歌台，对吗？七鬼十个。我有做吗？好像是没有没有歌台啊，七鬼吹过一杠。你看。没有。哎，我跑歌就是了 ，complain 啊！对了，我做歌台26年，第一次歌企业中年会没有歌台，就在今年2024，每一天都有的。我最高的时候拜六礼拜啊，一天啊有80场歌台，
今年一天不如一天，一年不如一年、啊。真的，我在跑歌台那一年呐、啊，1998年，拜六礼拜一定的50场到80场，嗯，整个报纸是满满的。颈椎哈，就是高台的，很夸张了，浪啦浪啦，你们跑四台就呱呱叫了。对了，以前我们排个五六台拼的，那拼车的，对啦，五六台啦。对啊，你们真的好命啊！去，时间到，有一个那个演技会明白。哎，到伊的时间无超过，哎，到我的时间了，司仪。我下一台，我有台。那一天乱乱跟我接台，我7点半要开台，伊讲7点讲老板可以开台了吗？哇，你啊，明年一个台就不叫你了。哇，乱杀！你7点半头一台，第二台8点两个字，你看他安怎走啦？师姐，请受托一拜。第二个林小婷了。哎、欸，但是他还是跑到了。对了 ，OK 了，加油啦！跑到了哈，七哥，加油加油！探娃追，秋娃追是注定。哎、欸，对对对，现在 OK 了，小心啊，小心、啊，没有漏台了啦哈、啊。没有，现在排时间在漏台也真的是有功力了。哦，3000里找我，我给兄，我给兄弟都干了，我给兄弟都干，一招干跟他超美。蛮重点人啊！3000一料，无力嘛？没有。哦，你唱了应该也5000一了。啊，你唱，你身上的身材够水的。跳够我水。哦。哎呀，人囡仔啦，哈你。啊啦，你那下真照顾伊啦，哎，那特殊小孩。爸爸那么讲，进步很多，中文。别派了，一个人要做钢的，别派了。因为他会讲话，要讲话。但是他讲话要有逗桃回来。对啊，因为他现在在酒店收拾房间。啊，是。对，我有问他嘛。一个月不错了，8-900块了，自己赚。我问他有没有看，我看过有什么看过，他说保险套很多。他不会这个啊，是你教他的，是不是？哎呦，教坏小孩就有。我跟他讲嘛，我说你没有看过这个吗？保险套。OK， 停。没有，他说我普通嘛，保险套对不对 ？No，cannot。他说他是有看过，但是没有看到人做到他脱皮了。来了，这是我们的英文歌，老师给你收收咪哆，听下不？收收咪哆，你哪也要听这条歌不？老师 1, 2, 3, 4，老家鬼靠。你别第一次。就是你啦。被乐队骂的。对啊，很久没有出这个音乐了，只有你才会出这个音乐。来什么歌？诺言。哇，很红啊，这首歌。对对对，很红哦。好，来我们听听看，好不好？诺言。听到明年正月初一哈，来。来唱这首林忆莲的《诺言》。不明白这世界为什么会让我感到那么多伤悲，我不知道相爱的两个人留不住一个褪色的诺言，我不了解将爱桑田能将一切相信的事改变，我不相信付出过的真心要收回就能收回，时间的聚散是因为我们所谓的缘分，我不知道这是你的借口还是我把爱想得太天真，我不了解天长地久要用这么多的寂寞来等，是你让我的心痛一天比一天深，熄灭为爱点亮了的火，一个破碎的云，破碎的美梦，留在有什么用？无奈人在风里，人在雨里，人在爱的岁月里漂流。你我不能求索，不能停留，不能抗拒命运左右，就这样松开紧握的手。熄灭。自己的自由。
有。时间的聚散，是因为我们所谓的缘分。我不知道这是你的借口，还是我把爱想得太天真。我不了解天长地久，要用这么多的寂寞来等，是你让我的心痛一天比一天深。人在风里，人在雨里，人在爱的岁月里漂流。你我不能拥抱，不能停留，不能让执迷恋左右。想挣脱为爱戴的枷锁，熄灭为爱点亮了的火。一个破碎的圆，破碎的美梦，又该有什么用？熄灭为爱点亮了灯火，让爱走，让爱拥有自己的自由。来一首所有的老板老板娘，送给我们理事会朋友，送给现场的观众朋友，谢谢您的掌声。Hello， 美女，哦，今天你坐着听歌啊，你不是跳着听歌。来，非常感谢朋友送上的红包，这边朋友，谢谢哈，谢谢大哥。来，那么继续的，听过了这首诺言呢，下一首歌呢，我安排一首这个怀旧的华语老歌。好，这首歌呢也是很久没有唱的一首歌，不过呢，这首歌应该我们现场很多朋友都会唱，好，都会唱，都有听过的一首歌。来，这首《向往》送给大家，谢谢。你站在我的肩膀，挡住我的去向。梦想听起来多么迷惘，我却不盼望。每当我走进梦想，你在我身旁。每当我走出梦想，你不知去向。走入梦想，梦想，因为那里面有你，所以我才向往。梦想，你站在我的肩膀，挡住我的去向。梦想，听起来多么迷惘。
怀旧老歌《向往》送给我们喜欢听这个怀旧歌曲的朋友。好，谢谢我们大哥大姐的掌声鼓励，谢谢，也非常感谢我们的飞航乐队老师，哦，真的是一级棒，还有我们的灯光音响老师，这个音响也是非常的好。好，来，那么呢，继续我们安排这个第三首的歌曲，来送到这首《福建歌》，一首世界第一定，来送给我们所有的朋友，谢谢。好，这首歌也是家喻户晓的一首歌。我一直问很多歌星，你们今年怎么样？哎呀，还有看到六头，我问到有的两头、三头。你是说六十多台、啊？六十多、啊。以前盛厉害的时候，百多台。看几百、六十台是那种普通歌手。干扰几波。真的，很普通，真的，哪里吃？那不要紧了，有的做就好了，有的唱就好。对。平时哦，大家呀，如果你们呀家里呀要结婚啊，吃过台爱做啊。生日啊，80岁、70岁啊，吃过台，龙头大力气啊，会使，吃过台，啊，出山阿麦吃过台，麦吃过台，哎，这组嘛是有，有啊，有，哎呦，伊人唱哇，偌好诶，啊，林丽颖嘛，啊，对啊，杂技诶，林丽颖啊，董事长啊，呀，很多，惠敏啊，惠敏啊，还有谁哈？很多他们有摆来，我们的接着下来这一位也是有从歌台唱到坟场。唱白天、唱下午、唱晚上、半夜也还要唱，还要对唱给他女儿听，不是跟他老公唱。你看他两个人啊，男人郎，那么掌声鼓励我们的婷婷，谢谢王雷大哥好，飞芳好 ，Hello，
真的保养得很好啊。哦，谢谢你，大哥。没有，你讲些保养了你。那一个女儿了，没有，其实没有。你要多大了？你啊？7岁。为什么不要第二个？啊，不要了。为什么呢？金牌起呀、啊！对，应该半夜半夜半夜他们起来啦，啊，上惊囡仔咋？那上风教授那个人完全困袂得起啊！是，真的真的，谢谢你。按照小翔是人哦，我过再一下。金蕉的无白面，你金蕉愈来愈水哦。你老爸是咧开金蕉园的是无？记得叫拿哦。对你吃高血压的药才要来看个台哈，不用啦，心脏 OK 啊，给它漂亮嘛，漂亮啦，因为很久没有哇变这种 sexy 的，对对，哎，今年没有问他今年 OK 吗 ？OK， 哇，他更不用讲了啦，他只是低调而已，我没有问他今年，一定多过我在想啦，至少有 plus， 四一不要讲啦，四一扣掉了 ，OK 啦，四一我们算一台啦，70，以前我们啊，我是才70。他很会唱哎、啊，他唱56台，哇，四一九个，哇，这个56有没有加41？没有啊，我冠军哦，掌握60多了咯，掌声鼓励鼓励。我们以前是算什么啦？你看做一场41就。加4台啦，我们是加四台、哦，因为你没有四一，你都是借，将就70多了，对，我们加3就好，今年行情够9327加56，哎呀，是咧演戏咩咧唱歌咧，有当时不是请伊去唱歌，是请伊去饮酒的咧，啊，爹我人人不讲话，来去为什么这样？变酒了，无啦，变酒啦，变命，有款抓的。有空车了，无人换车是你换车，等我安换车。OK，我你讲什么话？我安表哥，讲安尼款的。哎呀，我是讲安尼水啊，有安拍算啦。哦，袂啦，应该好拜一个 boyfriend， 拜另外一个表哥，拿出来是外 boyfriend 啊，你讲。哦，一个 boyfriend， 一个咧拜上一节 back， 我话太不了了。拜一节 boyfriend， 拜二拜三，你想要哦哟？你想讲无这款的查甫啊？我嘛是有伊的电话啊，老公一。老公二、老公三、老公四，伊唔敢叫名，也等下叫啥啦？你规家口会上好看吗？哎呦，拢做妹妹的。我姐姐，我妹妹，是是是，你看，她全部我没有姐姐，她最大。然后拢查甫，对，王雷大哥，你喜欢哪一个？我看看，我上水，上水的上水高都是因老母。你去看看你，来到我们的妈妈也漂亮嘛？对，老了啦。妹妹 OK 吗 ？OK 吗？健康 OK 啊？可以 ，OK 啊。大家孝顺能孝顺，赚钱养家。来，我们的师承印证店的阿北说要听一首阿北的歌。那么我们的台主回来了没有 ？Mr. 阿伯伯，阿伯呢将跟我们的婷婷呢一起呢奋斗。我们呢准备了一些红包，这个红包哈里面还有特别的哈，今明仔也别标哈，被多少三块。能扣 ，OK， 然后里面呢有我们每一年都有准备的，这个是 Lucky 的 Keychain， 锁匙扣，那里面有帮你们辟邪的这个葫芦宝，还有我们的这个叫做钻环。积木，还有算盘，哇，这叫积木，所以我的累生累耶，对，前生前哦，旺旺来，来要请的朋友，等一下呢，跟我们的婷婷招个手，好，数量不多哦，我们呢有缘人呢哈，就请回家，一封10块，对对，10块，所以哈，我那你波比耶这个葫芦宝，我们的钥匙扣啊，钥匙圈，谢谢九爷，我们的来队友积木啊，来队友积木啊，我们的马票 ，OK 哈，来队友积木，来这边还有这边，那我谢谢大哥，应该百多个而已了。很快完了，好的，那就麻烦我们的婷婷了哈，带来一首阿伯的歌，阿伯啊，咱选来选去选一首哈，12年花，好不？送给咱的阿伯，给咱的婷婷哈，有这个阿伯有来啊，省心啊，是，那阿伯，也李叔哈，哇，也三 D 设计啊，水哦哈，特别来讲，阿伯穿 T 恤，没，李叔，那你老人家无你听。我讲李叔哦，你都不要听。阿伯，你过来给我穿 T 恤。感谢，哎呀，那你来，好，咱都来，来唱几首，来这一首《十二年花》，应该很快完啦，应该很快完。来，Elephant，来，谢谢你们啊，来在那边，我先走先哦，走这边，OK，等一下我走去那边，好不好？谢谢大哥。
你可怜可怜袂，出世风景袂袂换，时阵落雨就是我，做久做袂也着叹。第二可怜啊念花孙，姑娘念花心包酸，后母也为拼嘛酸，想要嫁红也孤单。可怜啊念花啊喂，实在可怜呆。第三可怜念花痴，我边也着去卡钱。第四可怜啊念花呆，乌歹人给阮招待，早阮招待你欠阮歹，袂怕袂怕又袂使。可怜啊念花啊喂，实在可怜。第五可怜啊念花情，有人实在无同情，也无我这一尊命，袂怕袂怕又袂情。第六可怜啊念花声，流浪花着白名声，后母因爱情无爱行，第八个可怜啊念花后，流浪汉着袂自豪，后母为孤情啊无孤后，害阮每日目屎流。可怜啊念花啊喂，实在可怜哀。第九可怜啊念花时，一归你，可怜可怜的无相认，阮嘛不知徛佗位。第十可怜啊念花人，海鸟做工到天光，想着啊有阵啊无通忍，我终生知影难记根。辛苦哦，所以希望大家能够添油一个十块 ，OK， 来加加支持咱的新团哈，咱众神保庇你大家，合家平安，子孙兴旺。好，下来一首歌，送给大家一首《古琴呀咪咪》，送给大家，谢谢。一个一个红包，红红十块十块，让你赚钱赚粗粗，大家支持起来吼！感谢感谢，听牛听牛听听哦，咱的愿望基金，我来买这个金纸，为这个社会做出我们的贡献。十块十块，咱个安安滴，大家手一个，感谢最最，感谢恁两个好心。
Oh, 情自在的
好，我要看到爸爸妈妈的。是，我们的婷婷继续努力，谢谢谢谢。是啊，刚才那个小朋友啊，他来他是这样，他拿给我，他拿两个哈，他过来，给他看到台上两个人，他这样分开。拿来，我们跟他 say hand， 他给我们 love， 给我们 love。啊 ，love。很厉害，这个厉害啊，弟弟。你说阿公，啊，你说姐姐 ，OK， 弄阿妈，弄阿妈，姐姐。弟弟啊，明年再来啊！啊，没有，我们要看他每年都长大嘛。来，好亮，哎呀，弟弟，你没有？对对。你没有椅子？弟弟叫什么名啊？来跟阿公讲。姐姐拿一个椅子给你坐。阿公讲什么名？来。我小女，哎，叫他上来了，叫他上来。来了，来，哥哥，来。我完全不会怕哦，你看很勇敢哦。你叫什么名？啊、你姓王啊，王凯阳啊！哎呦，你知道他是谁吗？哎、我，你知道我是谁吗？不知道。啊，不知道，你帮你们老鬼。黄玄才。啊，没有啊，我是 baby shark。哦，谢谢你啊！你喜欢唱歌吗？喜欢唱歌吗 ？You like？ 喜欢。唱什么歌？不懂。今年几岁？五岁。五岁鸟啊！对答如流了。啊、是的。要乖乖啊！我们唱一首歌给你听啦，不，哎，现在小孩子听什么歌？你要听什么歌？小孩子听什么歌？我不懂。Call on me, Singapore. Call on me, Singapore. 有没有听过？你的名字？凯阳啊，你的名？王凯阳啊，王凯什么？王凯阳。王凯阳，我的孙王凯翔。哦，做的，凯阳，加油啊！谢谢，我们祝你身体健康，爱爸爸，爱妈妈，我们也爱你啊！哎，乐吗？王小弟弟，我现在跳下来，我跳不上了。请你走楼梯上来好吗？哦，哇，厉害！哎，你的书叫什么名？王凯翔。哦，王凯翔，哎，凯翔，哎，我以前有个同学也叫凯翔呀，小时候就叫凯翔。大了十八岁就叫王凯查某，王凯查某，凯查某，凯查某，看不凯查某。哦，凯翔，你贵孙。我四爷啦。哎呀，啊，凯翔哥，凯什么？什么？我四孙正正去去。哎呀，你感觉你别做这阿伯孙呐？我老在看个，只讲四爷是很热闹啦，热闹啦。啊，上水汉的几岁？上水啊，上水是。几岁哇？哦，一岁多。啊，两岁。这 COVID， 为什么买椅子？哎，为什么？你都不见，所以两个来孙，两个的内孙、外孙，很好，很别人，对。我记得他的第一个女孙哦，生出来的时候，我们好像去国外表演，所以他是在飞机上，然后他的媳妇生的，然后就 send 那个照片给他，哇，一掏进口就给我，哎呦，安怎这个目睭无真大？结果过了很多年来，那个女孙呢，越来越的眼睛就很漂亮。哎呦，这个啰点点香美。哎呦，你生出来了，看出未使个，那我怎么？把脚你甩掉，直接跟他搞鱼了。那小孩子会变吗？第一天生出来，那你可以决定啦， okay, 对不对？ Okay, okay. 好的，那感谢，那我们还在继续走我们的红包哈。这个希望大家多多支持。这个的歌很好。哎，游轮，游轮公主，没有了啊，没有，啊，喜欢在外面跑。哎，今年不错哦。他两边的成绩都不错。哇！刚才我在聊天哦，我在马来西亚，你在马来西亚唱的 OK 吗？要 OK， 要，但是他们一个秀要45分钟。哦，就一直唱。都不错，他两边加起来都不错。那我们马上来欢迎我们的小爷。小爷45分钟，没有人跟你讲话了，没有，那你就要跟台下的朋友讲话。那有朋友像他这样给红包的吗？有吗？马来西亚有吗？没有，没有啊，没有啊，谢谢。哎，我拿新加坡的行情差不多啦，来讲，马来西亚行情红包是偌济？我马来西亚，我唔知啦。要看呐，可能有喝酒的朋友会给50块，然后可能大哥大姐来听歌就会有5块啊、10块的红包。OK 啦，都是大家的一份心意，对，一份心意。你们要记住他。我怎么？他叫 Mr. Poon 啊，那一次给我们红包啊。哎呀 ，Mr. Poon 你无这高义啊，马来会使。你头一个包，甲最后一个阿罗。哎，你来来，跟老五坐，帮老五会卡。会使不？帮老五会卡腿。我们的三朵花，那你来，他们很好的。来，安哥来拿。Mr. Poon， 你要做不干，不要紧，哎，拍过起来，我坐。你知道啦，你姐姐到那边给他给他回去。回去。啊，还有给那安哥的，我们的老师，你看。哇，还真的有嘞！
你话有盐包就是无烧香。安迪，安迪，来啊，来搞一下，安迪，安迪。你别头一摆变蛮牛亮，搞你，真的太好了。哇，真的太好了。真的。这个相由心生，你以为全世界的人跟你一样不好咩？哎，把王雷也是蛮好的。哎呀，他听该去坐，该去坐。有当时坐到吼，哇。不是。我人不搞伊。不是，我七点徛到十一点。喂，安迪安总诶，喂安总，你知道吗？王雷啊。卡车，好高咩？好，给安迪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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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迪来。哇，西边黑个。哇，你看你观众，哎呦，哎，我有发嘞，拄着，哇，还要乞讨。哎，梦咩啊？哦，好摸你，你哪木那阿红你屁尿，你哪木为了那一面对一面摸，一面火了。哇，你黑有黑啊，黑啊，我你妈无米啊！哇，这款要由你来才会使。哦，你有伊讲话讲话，你看看，我无相信。阿哥，你好，你好冇？摇落来，你好冇？哦，你牛我牛妈，牛妈妹，阿亮。我有要请你过。我想讲你老人，我有要伊讲话，你看咧。好嘞，你黑有笑话。你唱歌。来，爱听听会赢。跳花，我跳花来，你摸，跳花跳里面厉害。够啊够，从这条啊。你跳你，你跳你湖里面跳你湖啊，哎呀跳呀。好背身啦，好背身。来，哎，你那个粉丝包包。来，光光光光，跳花跳花，来买一下，谢谢。你跳包和两包。来，我们来一起听听看。小强，一哦，你咪就死。食饱未？真久无看你，真久无看你好势无？好势，好势。即摆叫伊个人叫过无？有去个人叫过无？哎，啊，久无看你个臭女人甲死。红女，阿个就好哈，卖吃穿来哈。哎呀，原来老人家又听不到。感谢感谢。看歌台最久就是他。哎，你带来的？不是哦，一没有你来他就来，他跟他的。你换我来管你了。我唔念你了啊！你会使讲得，伊听话啦，别人咧。你超国台，哎，你看国台五十年了。哇！哎，家你决定看拢死个了啦，福建所死了，罗尼死了，拢个死。超国阿南你看伊嘛死了，你妈来看你看佩服。哎，哎，我讲要五十诶！哎，你卖看国台，你看伊直播啊，你看伊个会使卖伊。卖，会使。很强啊！哎呦，五十年干哥来，干哥来，啊！你够做工无？够做工哦，啊！有做工啊！做什么？哦，甲人倒吹气啊！不，牙医，家己无假。他叫你开大一点，开大一点啊！开大一点，开大一点。你不要害我啦！你不要害我啦！你整天每次跟你在一起，整天就乱七八糟的。也没有，不是牙医、啊，老朋友啊，我们不是捉弄他、啊，我们是很老的朋友，我们出道他比我们早看歌台，他们都知道，一般喜欢开玩笑。OK 啦，啊，这副和你整条一部去做做诶，去做啊，买啊，因为你爱开八刀哦，嗯，叫贵啦，伊讲你给人叫贵啦，婉转一点，婉转，行就讲，运动运动，别推啊！运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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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注意哈。看过他吗？看过他吗？
好了，因为他们他叫伯格昂哥，他们已经看过他五十多年了，五十多年，五十多年，他是昂哥的，伯格昂哥的哈，是，你好，我是小严，小严呐，尽量不要跟他打招呼，为什么？因为他支持的艺人全部死到，哎呦，哎，红山这边哦，伊才有出现哦，啊，我真的很久没有看到你了。哎，顶摆是大台龙搞的嘞，大台龙搞。谢谢你啊，加油啊，健康啊，要健康啊。OK 啦，容光焕发。来，那你要唱个什么歌？爱表演啊。不怕不是，不怕换了。对对对，啊对对对，你不要唱到牙齿飞出来啊！来，欢迎我们的少盐、少油、少糖，谢谢，送给我们现场的朋友们这一首《对对对》。感谢，谢谢。千江水，千江月，千里风，千重山，千里江山，我相随。万里月，万里城，万里树，万里烟，万里江山，我相遥寄。什么款的杀气，什么款的角色，什么款的骄阳，飘过千马对宫廷。什么款的爱情，什么款的对路，什么款的温柔，予阮一夜拢想你。真久以前，浪子的传说，如今浪烟再起。真久以前，浪子的传说，如今浪烟再起。啊，对对对对着你的心。
比巴猫的脸比巴西，我想听一下比巴猫的比巴西的掌声。哇，也谢谢谢谢，还有欢呼声，非常的感谢您，谢谢你的红包，谢谢你们的掌声，谢谢跨瓜呆发大宅，希望现场的朋友们可以留守在现场，直到节目的尾声 ，OK？ 啊 ，OK， 谢谢，感谢。那希望小严所带来的歌曲，朋友们都会喜欢。接下来要为您送上一首比较抒情浪漫的歌曲哈，这一首来自邓丽君小姐的歌曲《情人的关怀》，希望您会喜欢，谢谢，谢谢。送给您情人的关怀，谢谢你们的掌声，谢谢。那在这里呢，小严也祝贺现场的朋友们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做什么都心想事成。那希望明年还有这个机会再次来到我们的红山唱歌给大家听。接下来要送上的这一首歌曲，大家都很熟悉的歌曲，那如果朋友们会唱的话，可以跟我一起来唱这一首 Hang on What， 送给我们现场的朋友。Oh.
是你是真正有罪，好好做人是上实际，不是甲恁来相欠债，人生短短莫想遐多，人生有梦是真正多，讲到做都是上实际。真的垃圾，求是求佛求天公伯，求天求地求上帝，好心好无天在看，予恁大家真好势，予恁兴兴兴，予恁兴啊兴啊兴，予恁旺旺旺旺，予恁旺啊旺啊旺，予恁发。我跟大家说谢谢，哎，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哈！感谢大家的红包啊！哎，现在我们的神坛都需要呢，善男信女你们的支持啦，是的，谢谢大家。哎，王雷大哥，嗯，哇，今天衣服不错哦，不错啊。但是我发现哦，阿金尼哦，哎，王雷大哥也衫无一款亮晶晶，无一款 bling bling 的，那个穿 bling bling， 我看古代拢穿 bling， 拢软软的咧。啊，我看一下，哎呦，刷落来真 bling 咧。一个一半 bring 一半无 bring 呢，人是安怎？一半查甫，一半查甫啦，安尼简单。是啦，新的派型你看了。哎呦，是安尼款是啦，应该不是啦。那伊无打，不是一半黑烧，一半蓝，无可能嘛。那阿 Sam 拢从 bring 干了。啊对，就是。你无你要分的吗？哦，一半，无啦，伊是唱歌一半的声。哦，你唔是讲伊啊，伊唔能啊。嗯。但是我唔知看下酒杯是安尼款。哎呦，我也无。莲花子在啉酒。无啦，这个是人较优秀。哦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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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这一班大乐队很努力了，后面又很热，非常大乐队。老师哦，单单打你抽出台的音乐。哎，看直播，看直播的朋友有没有永平人？看一下有没有永平人？有的话打上来，一排爱心给我啊！我啦，我不就永平人？对对，他永平人，他妈妈永平人，他半个永平人，你老母，他的母亲，我的协议里面有一点点，是小学。黑呢，不是全部永平人都长得一样。如果我妈妈不要说跟人家婆冰冰的沙爹嘛，那有时爱翕啊，你翕你的沙爹嘛好啊，啊翕你的沙口嘛好啊。通常我比较老实，不是因为你没有啊，在没有动静 Facebook， 人家以为你中译文，没有被人家中译文两梦淡定。一博中译文啊，你的徒弟中译文黑啊，我多唱两场，我跟你讲啊。那浩峰，浩峰，浩峰中译文的时候，黑啊，我多唱两场，不然只有八场。对对对对，不然八场加二。哎呦，谢谢你，谢谢。你要真诚心吗？你们看接不到，你真的诚心打呆的就跟住。哎呦，很好，很好，我看到了。所以我今天呢想说，你选一首歌啦，那我们三个人可以一起，一起老练起来。他本来选一首什么中红酒啊，我不要求。中红酒，中红酒。我看到王雷大哥，因为中红酒哈是成。陈雷的那个成名曲 ，OK， 不要好练，那你就跟他唱。第二首我才跟你唱。可以。歌词我不知道。来，踹，反正你会嘛。你顺给他他就借，你顺给他他就借。来，掌声。你不是要那个就几挂轰吗 ？OK， 都可以啊。完了，老师，那个什么重逢酒就重逢酒了，重逢酒了。OK， 很少看到两个男的可以合唱哦，动力火车哦。动力袂调，那我也是动力袂调。跳就跳哦。为啥？痛袂落。你这看伊敢那真，伊比敢那较薄诶，真袂看。真好退休啦。谁先唱？你的先唱。心爱一个人，欢喜的手，香呀香怪你，欢喜的手去暖伊，中风的烧酒啊，香呀香怪怪。中风的烧酒啊，饮啊饮好梦。Okay. 丢红的香酒，慢慢
才我做男生，他做女生，现在他做男生，你做女生。作为我自己，你也作为你自己。OK 啊，对对对对对。一个个夜晚，我公安，你快你就光家。我叫光你家一三爷爷。我快比你快，这个我晒怎么抓出来？但是你。你第二条不要唱嘞，你会使唱谈天讲皇帝，你会不会唱？谈天讲皇帝，还是较简单嘞？不会诶，长桥啊，问谢师，长桥问谢师可以了。长桥啊，长桥啊，有没有？长桥啊，问谢师，我们换一首。长怎么写？甜甜甜甜甜桥仔问西施。对对对对对对对，厉害厉害。哦，西施，四个美女有西施、杨贵妃，还有呢？还有王昭君，王昭君还有一位貂蝉、嗯。现在的西施、红衫我不知道有没有，但是玉郎有一个，你要跟他买酒的，哦、什么？什么叫做啤酒西施？又昂昂，七八个一个，真昂哦！乒乒乓乓的，又乒乒乓乓，真的有没有？有啊，荷兰酒有啊，给你带红的是不是？没有没有没有，我不认识他，没有不认识他，不认识，大家爆红了哦。每个人元气元气 ，OK。阿伯，你唔知啊？拢种公积金嘛，其实都累啊，咁都谢谢 Eva Eva Eva， 你有公积金无？我老看上只阿伯啊，老偏花啊，哇！只老我老我滴，同咩滴同咩滴。哦。能力给我大粒。哦，是咩？目睭。哦。多肉粒的大粒，你从大粒了，你个大粒碎了，无人甲你比了。来，老师，谢谢 FT。是知道干哪鬼饼啊？无，这是中秋月饼，中秋柚子。哎，连记耶，连记耶，连黄连的黄连。七点人家就对我这样子，谢谢，谢谢你们来，谢谢你们来，哎，谢谢你们来嘞，谢谢，谢谢，感动感动，谢谢，谢谢姐姐，谢谢你们来，友谊长存啊，啊，麦秀美，麦嘎罗啊，爱彼此啊，李大龙，我跟大龙唱哦，傲娇的到处里，长娇的梦色系，鱼竿有将我放袂记。我心酸目屎滴，思思念念你的名字。我心内惊惊，甲你面对面，双手捧着你有淡过风酸的脸。我人生一路过来是，爱你是我有生命的坚持。爱你是我有生命的坚持。
是永远永远无分离。来看直播的朋友怎么样？还可以吗？哎，有没有唱过啊？你们？哎，很少哦，应该没有，很少。我们接下来让我们的王志祥一枝独秀，好不好？给我们的一个人来演唱两个声音。你这样你要听什么？没有，不用不用，你自己选吧，来。因为我点了三首歌啊，就是哎，刚才第一首歌《重逢久唱》了， okay. 还有一首叫《随水点烟机》。哦，这首新歌好。好了，那我们就欣赏这一首，对不对？来，随水点烟机，随水点烟机。谢谢。来，我谢谢我们那边的朋友，好朋友 Anthony， 还有我们的佩佩小姐阿魂，还有这个我们的公洞人。多谢你的红包啊，谢谢你们的红包，谢谢。谢谢大家，所以这是我们的新友红白服务头家，感谢，谢谢郭台哈。我们还有歌手的，马上。我刚刚跟我们的佩芬聊天，我说今晚我们的搭档了，要到明年了。哎呦，明年了。哎呦，我要回去直播。听讲阿伯的生日，伊爱做郭台，爱请你了。没，欢迎我们的黄秀萍，带来第一首歌《高山期》。Show。
们的掌声鼓励，谢谢大家。那首先就更感谢我们的老板了，我们的阿伯大哥就是的安排，还有我们的理事的朋友的安排，也谢谢我们的观众朋友们，谢谢你们的到来。那在这里呢，就把给祝身体健康，阖家平安，事事顺利，万事都如意。来，第一首啊，高山青送给大家比较经典的老歌。那第二首歌曲安排这首Hokkien 歌了哈，三个字，也希望大家会喜欢。来，安排继续。对啊，唱过了哦，那直接第三首，我就来这首来自苏芮写的哈啊，经典的老歌，安排给大家一样的，耶，厉害了，一样的月光，感谢我们的乐队老师，辉煌大乐队，还有感谢我们的好运大台秀。Thank you.
谢谢谢谢你们的掌声鼓励，感谢感谢，哎，谢谢姐姐，谢谢你的红包，谢谢你们的所有的掌声，然后还有谢谢我们的红包，也什么老板？<笑>好，老师再多一首换什么歌？科科托还有人唱吗？好，那就来一个科科托海的牧羊人好吗？嗯，我们一起科科科。 元气，然后快板老师，谢谢我们的飞航大乐队了哈，也谢谢大家，就是与你我们一起走了哈，还对一首，来看看来就是开开心心回家听歌有没有回味，刚好听那个《异样的月光》，刚刚好当年是在做什么呢？在 Part Two 还是刚刚生孩子呢？元气，什么 key 啊？忘记了，应该可以了，对。 来一首《科科托海的牧羊人》送给，哎，当哥啊，这个要准备摇屁股了。 想。
谢大家，因为我们警察叔叔很不得空啊，来很多次，我们不要让他为难哈。但是我们每一个歌星都唱足了三首歌曲，没有cut到歌哈。希望大家今天呢听歌听得开心，好不好？谢谢 Anthony 大哥，还有你们的好朋友们，谢谢，还有我们 Sunny 哥，还有很多好朋友，谢谢。全场伴奏乐队。是的，最重要谢谢我们的新友，新友红白服务。有没了？谢谢啊，张主任，谢谢我们的星光舞台音响。OK，Good night，Good night，Good night。